园，一个拥有很多小孩子的地方。废话，一个能让才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子来接受教育的空间。但是呢，那边通常都是放养的，所以呢，关掉也没差。不是，扯远了。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现在，幼儿园为了招收更多的新生，会在学校的环境下了非常多功夫啊，甚至呢，会让幼儿园拥有一个专属的吉祥物。只要看到那个吉祥物，就会想起学校，达到一个宣传的效果。而吉祥物呢，往往都是长得非常可爱，可以吸引小孩子目标的卡通角色。但是如果在一个空无一人的空间，吉祥物突然动起来会怎么样呢？甚至有可能在很多小孩子的空间玩偶也突然间动起来，吓死小孩呢。哎呦，那么今天红星幼儿园发生了诡异的事件，我们身为森林守卫需要去检查一下监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。 Let's go。 好的，我们来到这个红星幼儿园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，你看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，好了，够了。哎，这还不见了。 OK， 二楼正在施工，请勿入内。很好，小狐狸是我们的标志，就吉祥物了哦。校园里面没有气球，如果在夜间听到小孩子的笑声，请快速从安全出口撤离。哇哇，学校官方直接承认有鬼了呢。好可爱哦，你看我的狐狸朋友。小狐狸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还有尖尖的鼻子、大大的尾巴，还有带去游乐园买棉花糖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而且这个监控器怎么可以带着走的啊？哇哇哇，这边可以离开吧。哎，门上锁，找到钥匙先。紧急逃生门，绝对不要上锁，绝对不要。红星幼儿园 OK。这边门都不能开啊，我能怎么办？哎，小狐狸，大家喜欢小狐狸的笑。小朋友，小喇叭开启广播啦！哔哔哔哔哔哔。What？ 解锁办公室。OK， 我们是来办公室的监视视角啦。为什么刚刚会有人唱歌的啦？突然间播放一个，应该是校歌吧？对对对。或者是说要集合要上课啊，就播一点音乐给大家听，提醒大家要上课了。OK， 有红气球飘过了，我挂掉了。OK， 你是什么 IT 小丑哦？等一下，我要找钥匙的、啊。电脑可以看吗？奇怪，怎么断电了？哦，去走廊查一下店家啦。小狐狸很想你，为什么这个亮亮的？没有了，小狐狸躲在别人后面。完了，慢慢出来了。喂，梦奇掉下来是玻璃弹珠吗？还是人家拍手啊？你不要喵喵喵啊！讨人厌。来，保险丝烧断了，储物间好像有保险丝啊。好，储物间是吧？这是保险丝吗？啊。好可怕哦！为什么这种风格反而比之前玩的那个幼儿园还要可怕了啊？小丑哎 ，Hello， 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羊吗？羊玩偶吗？吉祥物？羊妹妹 ？OK， 为什么我没有密码啦？我不知道密码啦，我怎么知道密码？办公室有密码？办公室怎么变乱七八糟了？我要找密码的。Hello， 谁刚刚进来了？Hello， 怎么有电了？不是说没电的吗？这什么东西？为人师表。OK， 他们两个放花在击败别人吧。三个，然后这个书本是一本奇怪的书，很好。跟一个电视有电了，突然间有电了，没有密码吧？你知道密码吗，小狐狸？不是，我要密码啦。然后这幅画是什么？我的家庭怎么画得这么奇怪啦？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妈妈每天都做好吃的给我，爸爸工作也很辛苦。我希望每天下课，妈妈可以早点来接我啊。还以为你希望每天都是下课啊？音乐课，我喜欢上音乐课，老师很好，人也很好，唱歌也很好听，我很想上音乐课。好，我还是没找到密码呢。哦，可以旋转东西的哦。等下，1989吧，还是6861？1989，好，1989，哦，东西可以旋转的。1989，不要动起来哦，小绵羊。1989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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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989。哦，有 ，OK， 拿到保险丝了。好，走吧。我来学校的时候是大白天的吧？为什么变暗了？而且这是录像文件呢，我是拿着录像在到处走吗？还是我的头就是一个摄影机啊？当做那个拿摄影机的人是不存在的。好。不对啊，是不是刚
钢琴的，至少是喇叭出来的声音吧。呐呐呐呐呐呐呐 ！Hello， 我来到音乐室了，演奏完了吗？你看其他学生不乖，但是后面打架，老师有两个学生打架。Among us， Among us， 来，老师，我，狐狸怎么叫？哎。Magic 在布的中间吧。OK， 我来弹一下哦。啊！又有小孩子的笑声了，还要我离开？可是紧急门，你们关着！小孩子的笑声，然后又有气球。你们说要离开的。啊！哒哒哒，我是被扣分啦，怎么样？越背越没分啦！等一下，不要笑，小孩子，不要笑。小狐狸很想我，他想我啊！你们没这个笨 ，OK？ 完了！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可以瞬间移动到储物间。Oh shit! Oh no！ 我不要走廊。不对吧？不要把紧急门锁起来啊！白痴哦！破了。说句话来听。好，你的狐狸是这样叫的，大家记住了吗？弄破！拜！这是帮人家出兵的歌吗 ？OK， 没事情吧？我继续弄破、哦。Do you want to play a game？ 啊，小丑，一惹小丑放气球，想要把我骗去下水道，我直接给你全部弄破、哦。办公室，弄破全部，看你怎么玩。哈，还敢跟我玩气球啊？砰！OK， 这是在储藏室。Hello， 储藏室。最后呢？戳破。为什么最后还戳储藏室的啦？很恐怖呢，储藏室。弄爆！为什么全部看着我？不要看着我。小绵羊乖啊，把气球交给我，我来弄破。棒！啊耶！哎，我过不去。OK， 可以。拿紧急出口的钥匙了。OK， 拜拜。不要播音乐哦。你看，狐狸。你旁边有四只耶，你还不跑？在地上干嘛？给我踩哦啊！拜拜！刚刚有一个告示牌说，听到小孩子的笑声就往紧急出口逃。那个写东西的人是不是狐狸啊？他是不是想要骗我来这边？你是不是想要骗我尿尿的地方？要是合唱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甚至过了，不用了。哇哦！Thank you for playing with me. No. 啊，游戏就暂时到这边而已啦。我们的摄影机就卡在那边了，后面的卡带找不到啦，暂时找不到。作者也许后续会推出续作吧，毕竟这可能只是一个测试版而已。对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这是狐狸的叫声，大家记得哦。如果下次有人问狐狸怎么叫，你就回他说。好诡异哦！这款游戏虽然很短，作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做出来了，而且在这个游戏中呢，作者是尝试用这些环境音效来吓我们，没有突然间跳出来那种的啊。虽然那个音乐突然间跳出来有点，也算是突然间跳出来的吧，虽然它只是环境音而已啦，所以他就想要用这种东西呢，达到恐怖的气氛，确实蛮恐怖的啊。哦，所以这边原本只有一个狐狸，然后其他都是动物那些。长颈鹿那些哦，所以刚刚是出现问题了才会这么多狐狸的啦。小朋友上楼梯，然后摔下来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哦。是玻璃弹珠啊！我小狐狸，我要上楼赛啊！小狐狸，这款游戏我觉得认真做的话是非常有潜力的，很有趣。这个幼儿园呢也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跟现实的应该没有关联的，大家不要去害怕啊！那么就是这样，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期待作者的作品哦。反正是幼儿园的，应该是五六岁以下的啦哦，应该没有这些年龄的观众来看我的影片的啦，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害怕去幼儿园的啦哦。没有幼儿园生这么快来看我的影片的吧？
被吓出阴影了，我不负责，拜拜。感谢大家今天前来啊！那么今天我要表演的是，音乐。OK， 来，大家请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如何表演？大家还笑耶？谁还笑了？谁还笑？谁还笑？出来打架！出来打架！我表演的很完美，笑屁啊！